各位好，我是文雄哥，文雄哥又来介绍牌组啦。先前这个编年史这个活动里面，就是有一些决斗编年史活动里面，就是有送一些卡，就是用乐透去抽这个卡。那其中有一张就是这一张，叫做我们等离子战士艾特姆。那这张卡我目前只有两张，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放到三，对，应该是 OK。但是如果你怕太卡，其实两张也 OK。那这张卡等级八，光属性雷族特殊效果召唤怪兽，此卡不可通常召唤，四方五方场上一只等级七以上的怪兽可以特殊召唤。此卡可直接攻击对手玩家，因直接攻击给予对手的战斗伤害生命减半。那各位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效果很像某一只？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 Epic Hero 暗鬼。那暗鬼的效果，此卡可直接攻击，该直接攻击给予战斗伤害减半，而且它也是只能用这个特殊召唤的方法出来。对，所以，我们的打法就会跟暗鬼之前的搭配一样。暗鬼之前很爱配这一张叫做禁忌的圣杯，在伤害阶段结束的时候，你先用这张直击，那直击会扣对方1500，因为3000除以二是1500，这应该是 OK 的。3000除以二1500，但是如果你在伤害阶段再打开我们的禁忌的圣杯，就可以让这个伤害回复到。不用减半之前，而且攻击力还加400，就会扣他3400。那如果对方之前已经被你受到一些伤害了，那基本上之后就是秒掉。Sweet， 那看你要不要配大型决战也可以，但是配大型决战就是要自己要想办法，还要控血这样子。对，那如果是配大型决战的情况之下，就是会扣6000。对，但是要自己去控血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配大型决战。好，那禁忌的圣杯不要只有这张可以用，我们就放了一些其他等级七也可以用的。我们放了可变机兽炮手龙，那此卡可无需示范进行召唤，以此方法通常召唤的怪兽攻击力远比守备力下降。那这张就可以拿来当做他特招的材料，的祭品。那你也可以给他装禁忌的圣杯，他就会回到原来的攻击，就会变2800，再加400，3200。那这个击败的黑暗骑士盖亚，那一样是无需祭品就可以释放，那打点1900比较稳一点。对，那这一张只有打点只有1400，那1900的话，所以我放三张。对，然后这个盖亚的话也是拿来当这一支的特招的这个祭品也 OK。好，那重点就在于说我们有解锁卡，矮星龙恒星星。可于召唤回合结束阶段时，将牌组这一张光属性与暗属性等级七的怪兽加入手牌，那就可以用矮形龙来检索我们的炮手龙，或者是我们的盖亚，或者解锁我们的雷魔神。那为什么用雷魔神呢？因为技能使用三星降阶，对，利用矮形龙检索的效果，我们放一张雷魔神。那这副牌展开的不是那么快，那雷魔神又有保护的效果，就是雷魔神可以防在这个。伤害计算时发动，攻击力变为零，那就可以让对方再受到一些伤害。对，好，那再放入星移物包围战三张，星移物包围战可以让攻击力重置，所以我们这个盖亚可以重置，炮手可以重置，雷魔神的效果可以重置，然后整个就是用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。所以我们凡事求一个圆。好，那这副牌就是非常怕后台。所以才要放星移物去躲，然后再用这个夜间射击一张，银河旋风一张，宇宙旋风两张去炸对方的后台。对，那比较偏向强攻型的牌啦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来看回放吧。Sweet， 好，来第一场，当我们按游戏。那你看看光头王，好久没有用的技能，三星降阶。Sweet。好了，对方一个生命值增加阿法。好，那有点虽小，只抽到一张这个，然后其他都是魔蝎。好嘞，对方是外星人，那我们直接夜间射击炸掉 ，sweet， 直接银河旋风炸掉 ，sweet。好了，下一个可变炮手，
就是因为我觉得啦，我应该不用那么急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说先用这个烤边跑撑一下，然后耗对方一点血后再用这个等离子，好的没关系，直接打脸扣1500。好，来对方用 A 细胞检索外星人复仇。好，来对方直接进行守备。好，来打过去，禁忌的圣杯打开。哎呀，那时候我没有留意到他是用生命值增加阿法，我以为我已经爽赢了，这有点可惜。对方直接投降，所以，那我们再看下一场。飞机场到我们城之内。好，这个起草还不错。好了，一个雨炫直接炫掉，所以再见。来，又夜间射击。好，来打过去，来一个禁忌的圣杯，让我们的攻击力回到原始的攻击力。好了，对方一个水精灵，来除外之后再装一个什么什么小怪什么的。好，那我们用一个矮星龙，来利用矮星龙的效果，我们直接检索我们的盖亚。好，来对方守备。哎，那如果对方守备是一个很鸡歪的卡，那我们这时候就直接穿过它，来在伤害步骤打开禁忌圣杯，直接3400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场。好嘞，这场打我们鬼柳金界，单手启动真的是蛮强的，但是有点太无言了。哎呀，什么都没有，还三张新遗物，哇靠！好嘞，对方是打了65中，好嘞，直接把他除外。好嘞，让我们下一个矮星龙，来另外矮星龙效果检索雷魔神伤卡。好嘞，对方要弹我们，我们直接新遗物 C， 扣爆你。好嘞，对方装一个守护者之力，来扣我500，来下去领500。好嘞，我们直接三星降阶。好，用雷魔神伤卡做降阶，来对方又开二刀流，哇靠！来直接新遗物 C， 你有双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好嘞，再回来。好嘞，这时候我们利用矮星龙做一个检索，来矮星龙检索我们的炮手。好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打脸了。好嘞，打脸活动开始。好嘞，哦，对方一个盖亚无底线坑来赚到，来我们这样。被盖住，我们还是可以特招。来，我们直接打脸 ，three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开圣杯。好，对方没牌了，直接圣杯打开3400 ，three。脸好好打，你再继续躺在那边没关系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场。好嘞，最想打我们海马。好嘞，一个三星降阶，直接，因为感觉海马很容易就是真红颜呐、啊，还是什么撒小的，结果是水晶技巧，哇靠！水晶技巧其实很烧脑啊。好嘞，对手直接同步，等级3跟等级4做同步召唤等级7，技巧将军无灵，来无灵这机械族的怪兽。来打过来，用粉碎干我，好，你很会，直接发动三卡效果，扣他2600，纸张，他应该知道吧？还是雷魔神的效果太不常见了。好，来直接升招，哎、欸，你躺在那边没关系，我直接打你脸 ，sweet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场，好来这场打我们海马赖人。好，来直接用这个矮行星检索我们的这个雷魔神，把对方打玄化，哇靠！来除兽除外。好，来对方直接回到牌组之后再除外一张。好，玄化奈弗蒂斯回去，然后非对称玄化上手。好，那我们一个银河旋风炸爆 ，three 次元幽禁想搞我，好来。直接1700打过去，那我们等一下如果可以直接打脸，我们就赢了。好了，玄化奈弗蒂斯直接再抽一张玄化戴达罗斯。好来，用非对称玄化直接除外之后再抽一张。
来神话因子直接召唤来吃一个新遗物 ，sweet。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我们赢了哎、欸。好，来一个银河旋风炸掉，来一个三星降阶，直接把雷魔神三卡下来。好，哎，完全没用到 ，sweet， 爽爆，完美。好了，这副的主力打点就是啊，他的名字太长了，反正就是直接打脸了，就直接扣他。如果用圣杯就会扣3000啊，就看你要不要加什么大型决战都可以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的这个回放就到这边，那我们来看打实战几场看看。Sweet， 好了，这场打我们有解。尤佩尔其实这一副也是可以打的，因为我们有竞技的圣杯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打脸，就看你要怎么操作。圣杯可以让他的尤佩尔效果无效，我们就直接干他尤佩尔，攻击零等于就是打脸的概念嘛。但是当然要等我们手牌凑齐后再来做这个操作啊。我靠，这个骑手，好了，一个银河旋风炸爆 ，three。哎呀，好险呢，波纹呢，直接回老家的波纹呢。好了，先盖一张新遗物，免得吃不出什么凤凰，要把我的圣杯炸掉，傻小的。好来，白痴都知道你盖的是夜叉，我就是不打 ，three。好来，利用矮星型的矮星龙的效果，我们。三星降阶就没什么太大用途了，让我们解锁我们的炮手好了，攻击比较高。哎呦，又盖！哇靠！哎，夜间射击，我射爆你！所以。我靠，两张波纹，这也太硬了吧！他波纹摆两张，回家让你放心回，根本没押韵。来，再放一个阎王的孤岛，利用孤岛的效果炸掉手牌的尤贝尔，有解，解锁夜叉。来，有解跳上来，我靠，我靠，完了完了。第二阶段的尤姐跳出来，我们手上只有一张圣杯，好，没关系，他要炸爆了，好，那我们一个新遗物逃出去，那只能选一只，当然是我们就这个选盖亚咯。好，果然是夜叉，他不会炸凤凰吧？好，没事。那我们先用宇宙旋风炫掉他的，先用银河旋风盖炸爆他的那个孤岛。好，来孤岛炸爆，来跳第三形态出来。哎，第三形态等一下可以用圣杯让他攻击力变为零，就让他这个不是攻击变为零，让他效果无效，我们就可以给他重创。好，来下一个可变炮手。好，雨炫跟竞技圣杯都盖上去。那想必他一定是用这个，他一定是用尤贝尔打我们中间的，对，因为伤害会比较多嘛。好，来打过来。好，来伤害阶段打开，让他的效果无效 ，three， 直接炸爆你。哎、欸，我靠！哎、欸，扫墓还会有效果、哦？我嘞嘞！好了，抽牌。哎呀，圣杯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先放盖亚挡一下，1900挡得住。盖亚的体质真的不错，1900的攻配，2100的防。好来，来给我一张打脸怪，打脸，打脸。等离子战士您来啦，好，来直接释放盖亚做特招，好来打过去1500，
不要立子球，不要立子球，思雨没事没事。好，来，伤害之物都打开，晋级圣杯，直接三千四，我管你躺在那边，我直接打你脸，所以。好，那简易重复一下这副牌的打法。第一，检索卡是我们的矮星龙，可以利用检索卡减星可变暴手，或者是我们的盖亚，或者是我们的雷魔神。那如果你是用雷魔神，还可以搭配三星降阶使用，那就放一张就够了。第二是我们的炮手跟盖亚都可以搭配禁忌的圣杯，让他攻击力回到原来的攻击力会比较强。第三是我们的等离子战士，要是释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个在伤害步骤的时候打开我们禁忌的圣杯，就可以让等离子战士的这个攻击力直接打脸三千四，非常的痛。那你也可以换成这个我们这个大型决战也可以，但是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好，那最后就看大家要不要来玩玩看这一副，我觉得还蛮好玩，因为打脸就是爽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啦，我是晚熊哥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啦。那我要去爽一波了 ，sweet。